我怎么能生出这么大的女儿啊？因为。一些帅得无法自拔的鱼丸，嗯，么么，嗯，喵喵喵喵。我之前这里有个纹身，之前的话，我那个腿上就是腿上面这里。这里这个纹身嘛，一直到这里这边过去，一直到这里，这纹身太长了，然后这边过去，一直然后纹到这个地方，这里位置纹在这个腿上，这里，后来洗掉了，因为感觉那个纹身太那个太长了，不好看。纹的是什么？那个叶子，纹的是叶子。谢谢03603的鱼丸，么么哒！你晚上好啊，晚上好，健健。谢谢4450的鱼丸，谢谢泪打湿了眼眶，不是那个叶子啊，不是那个叶子啊，我错，不是，我说的是树叶，树叶，不是那个叶子啊，搞错了你们。我闻的是叶子。你要去做纹身师，纹身师是一门挺赚钱的职业，尤其是现在纹身的大部分都是美女帅哥这样子，揭示了眼眶的欲望。因为你纹身的话，就是不仅你自己可以吃香，你老婆也可以吃香，因为现在纹身的帅哥特别多，有些就是过分一点的，把纹身纹在屌上。谢谢666的欲望，喵喵喵喵，万一把纹身纹在屌上，是不是有点屌着？这个是不是有点屌谢谢叫我为虎强的鱼丸。我会把纹身纹在什么地方？我是想纹在这个地方。我想纹的是纹在这个地方。这个可不可行？你们觉得可不可行啊？纹在脸上。脸上有点丑啊，纹在脸上，除非是脸上有疤的，然后脸上有伤的，或者想挡掉点什么，可能会纹在脸上。谢谢薄凉的鱼丸，么么哒。谢谢薄凉，谢谢3004的鱼丸，么么哒。我想纹屁股上。就是也不算是屁股，就是大腿这个后面这里，大腿根部的后面这里，想纹在后面。然后也有想纹花臂的冲动，但是花臂我的手太细了，纹不起来，就是顶不起那股范。然后就纹在腿上嘛，我腿比较粗嘛，总比手粗一点吧。胳膊这么细，有没有胳膊粗的？谢谢4283的鱼丸，么么哒！谢谢心跳的鱼丸，谢谢鱼屁的鱼屁的鱼丸，么么哒！
馒头，馒头打狗有去无回。什么叫馒头打狗有去无回？谢谢小叉叉一的鱼丸。包子打狗有去无回，可是我没有包子，我只有馒头，并没有包子，馒头还是有的。馒头还是有的，这说的是实话，这没有吹牛，没有吹牛，馒头还是有的，包子没有，馒头有。怎么换衣服了？因为刚才那件衣服他们刚才那件衣服湿了。别逼逼了，我就说刚才那件衣服湿了，我就换个衣服，你服不服？谢谢梦姑的鱼丸。刚才那件衣服湿了，我就不能换个衣服啊？眼泪被吹干的鱼丸。衣服湿了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干很多事情就会，我干的就是有时候干很多事情都会把衣服弄湿的。对，我在班德尔城，密码四个二，密码四个二，班德尔城，玩个恐怖游戏，有扮鬼啊！我要扮鬼，我也是色鬼，扮鬼。说实话，真的有人找我去扮鬼，演鬼，女鬼，让我去演那个女鬼。然后我没有接受他，我没有同意，有点过分啊，让这么一个天真无邪美少女去演女鬼，还是那种女尸的鬼，就那种尸体，就是被强暴的尸体，然后那种女鬼，因为被强暴然后被奸杀了，然后那个女的就死不瞑目变成了女鬼，就一个小视频，哎，就不同意去演女鬼，而且这么死法太惨烈了，有点不吉利，万一哪天我真的被奸杀了怎么办？万一我真的被奸杀了怎么办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谢谢是为谎言的鱼丸，谢谢暴走萝莉小宝贝的鱼丸。馒头是不是一狗吃一个？哎，那你要看是小馒头还是大馒头啊？你要是很大的那种馒头，你能吃得下吗？一口？小馒头你可以一口吃一个。谢谢苏傻了，谢谢苏傻了高级酬勤。昨天也送了好几个啊，你昨天你送了飞机，对哦，你昨天送了我飞机。奸杀我的那个人要拍几张照片给你们，哼，别想，你们就是那种我要是成了女鬼，奸杀我的那个人要死，看过我照片的人都要死，你们还敢看吗？看过我照片的人，我死了之后变成鬼来找你们。馒头可以压缩，那个是压缩馒头，不如原味的好吃。跟你说，压缩馒头真的不如原味的好吃，原味的馒头是最好吃的。压缩馒头怎么可以跟原味馒头比呢？哔哔哔哔哔，最毒妇人心，谁让你们看我照片啊？因为我到时候如果我真的死了的话，我要是那个真的死了的话，你们看过我照片的，我都会一个个回来找你们。只有你可以听到我的话，召唤师。今天我们演奏哪一首曲子？选择天赋点，为什么我每次就是天赋点应用不了啊？天赋点都应用不了哦。应用为什么天赋点每次都应用不了？扯淡。扯淡，没有天赋，我没有天赋，
就一个 ADC 的天赋，就只有一个 ADC 的天赋。红绿配小苹果，我这个是足球宝贝好吗？我这个衣服是足球宝贝的衣服，怎么叫红绿配小苹果？哎，这个是足球宝贝，因为这里有个球嘛。这不是足球宝贝吗？谢一切早已注定的欲望。嗯，有三个球，两个球。没有了，就两个球。只有你可以听到我的话，召唤师。然后看着这天赋能不能用。今天我们演奏哪一首曲子？每次都不能用天赋点。这样就好了吗？大雪纷飞落岩的鱼丸，不要确定英雄之前就是把这个天赋弄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就是先不要确定英雄，然后等天赋弄好了再确定。谢谢